Cool. 要说好吃，还是这人间地北城的核桃味瓜子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天宫的仙子，要是看见青木上君现在这般模样，不知道要哭多久。二次瓜子呢？事情，可怜那些仙子，把你幻想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男生。要怪，就怪我长了这张清冷的脸，才会无端惹来这么多目光。开始。我的小猪娃。咕咕咕，水泡轻轻地飘，哗哗哗，冰水轻轻地摇。我可太累了。一首欢迎夜，唤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。如幻亦如电。陛下，还有生的如此丑的人啊？这是青石宫小神君，辟邪用的。这是谁？青石宫小神君后池啊，虽然长得丑，但走霉运的仙人们特别喜欢把它买回府去镇宅，买的特别好。你要是想要的话，不用法宝。一颗下品灵珠就够了。谁说青石宫小神君长这样了？这话传了上万年，一直是这样。